刚看到就是呢，有关于林仙宝可能在整个画面里面聊当社的内容哦。不过现在呢，林仙宝可能在未来一两天之内就会主动来开记者会做说明。好，我们再来关心马沙沟音乐会，现在热闹登场，我们带您快来先睹为快。会即将开锣，台南市政府推动西滨沿海观光，这次举办演唱会，艺人轮番上阵，大秀武艺。表演卡斯坚强，希望吸引更多游客共襄盛举。这也是继先前举办的沙雕和岩雕展获得好评之后，紧接着再推出音乐会，借机宣扬台南沿海的观光产业。西滨呐、啊。沿线我们台南的马沙沟的水质或是沙滩的沙质其实都是最好的，那我们希望借由一箭双雕的活动，再加上马沙沟音乐季，能够带动西滨观光产业的发展。大家长赖清德强调，西滨沿海地区不管是地质还是位置，都不输给南北知名的沙滩观光地。为了展现马沙沟特有的阳光沙滩，透过歌声传递当作宣传点，民众免费入场享受音乐飨宴，积极推动台南市的观光产业。三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好，现在很多人喜欢拍摄影片，不过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些照片很不一样，因为竟然是运用雷射光来拍摄照片的，相当特别。技术超越 3D 立体影像，透过雷射光线做出的全像摄影，只要转动身体的角度，照片中的人或是物品马上活了起来。小朋友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刚开始看有的时候有吓到，然后它会，你看着它还会跟着你一直动。那课本有东西又不会动，这东西其实只是一张照片，左右动它就会动来动去。谁说照相只能静态呈现？随着视线的移动，出现不可思议的变化。这些作品都是藉由雷射光在稳定的状态下所拍摄出来的动态影片，不仅新奇，更富有教育意义。我们本来是以为它是一张照片，可以看到两个图形，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蛮特别的，是它是一个会动的影像，得出我本来的想象，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小朋友心目中的卡通人物全部藏在作品里，在眼前时而出现时而消失，好像在玩捉迷藏似的。走一趟展场也让小朋友在暑假又增添了科技新知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临时的主播太太彭爱佳在今天第三度来进入了特侦组，在刚刚晚上的时候已经步出了特侦组，不过他身份也从证人转列为被告。在今天警方带领之下，他供出了藏钱的保管箱，那么之后是以100万元交保候传。稍后三立2400整点新闻，我们会有更详尽的报道。同时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汪举金，我们再会。